台江区是旧时福州平化最为繁盛活跃密集之区，其中后周一带更是平化艺人聚居地，人才济济。福州平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也是福建五大区域之一，以福州方言为演绎方式。福州平化的话本内容丰富，不仅具有娱乐功能，更有重要的教化作用。在政府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，台江区曲艺家协会通过人才培养、艺术传承等，使得平化不断的传播与发展。古厝为媒，文化为魂，曲艺新生。特有的闽豆非遗文化与时代文化不断结合，共同拥抱新时期的文明进步。